会超越韩国的深之爱，取而代之，成为世界排名第一。孙亚妮，长期以来的梦想即将在澳洲黄金海岸实现。孙亚妮，这个2011年的赛季的开始，比去年是更为精彩，更为响亮。去年的开局已经很棒了，赢得了台风之后，赢得澳洲女子公开赛。但是在2011年，不只是卫冕了台风以及澳洲女子公开赛两项比赛，更拿下了澳洲女子名人赛。去年在澳洲女子名人赛是并列第11名，在今年更上一层楼。Ryan Tour 希望在第18洞能够来个 up and down， 积极的切上了国岭，不过跑得有点远。那现在他第一高举杆18杆的成绩，目前是单独第4。不过如果在这边掉一杆的话呢，那就要分给其他4位选手 Liam Pace、Blue Hurst、Sarah Jane Smith 以及 Celia Cho。 不过 Celia Cho 不能分钱啊。孙亚妮从去年开始球风越来越稳健，虽然说从2007年转战职业之后，在2008年拿下年度新人，当时呢是已经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，但是必须要说在2011年赛季真正看到一个成熟的孙亚妮，而在今年我们希望是看到能够达到巅峰的孙亚妮。关系了，现在先把球帽起来，待会儿准备迎接冠军一推，其他的选手也当然必须要礼让，让孙亚妮 Kevin 这个冠军的推杆。在第15洞的 Eagle 之后，其他的人就没有任何机会了，所以孙亚妮打得也非常轻松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他能够在连续2场比赛，他能够一直维持住领先。以往可能大家认为他比较呢会后来居上，但是在澳洲女子公开赛以及在这场澳洲女子名人赛，他都能够保持住他的领先。但是路易斯，可惜这个 birdie 没有办法直接，没有办法直接赚到单独第二名，这下子钱差了一半。也只好认命。C.C. Lewis 第一杠杆20杆的成绩，和 E.K. Campbell 并列第二。6765、6769。接下来是 Ryan O'Toole， 这也是为钱而战，目前是单独第4。但如果没推进的话呢，那就变成。另外有3个人要来跟他分钱。哦，结果被清空，漂亮的一个结尾。Ryan Tour 也不错，第一杠杆18杆的成绩，6866、6769，单独第4。那现在全场鸦雀无声，等待冠军这一推。曾亚妮，恭喜她拿下了2011年澳洲女子名人赛，并且也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后座。
赛获胜之后，他可以取代申之爱，妈妈最高兴。曾雅妮原本说，哎，我会紧张，我可能会紧张，但现在曾雅妮证明了，他能够跟压力一起生存，能够击败压力。